因为水气减少，一礼拜台湾各地头的天气是真烧热。昨昏台南市就呛到37.3度，台东嘛伫个烤火烧风。伊那家己台北昨昏下晡是出现油流啊云，气象局讲，这就是气流加了伤紧造成的。那是一路加落来土卡，就会变作是咱讲的加里啊风。乌云到底天顶，形容出现正奇怪的云团，吸真侪人翕相录影。这代志发生在17:00左右，有人在嘉义县太保市高铁站的天顶看到油蜡形的乌云。气象局表示，这是强烈旋转气流的特征，接触地面就是加烈风，在空中形状叫做油蜡云。2点多快3点的时候，发现说，哎，为什么北边的天空不一样？气象局表示，因为水气减少，未来一礼拜全台各地拢是晴云好天的天气。受到西南风影响，18全台上高温出现在台南市北寮七站，下晡2点半温度37.3度，在当地区有小风发生。在台东地区呢，也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，因为在西南风的吹拂之下呢，在背风区的台东地区是有比较偏干热的这个情形，所以外出的话要特别注意。气象局提醒，拜四五日节，方面的接近北部海边，环境水气增加。透早中南部落雨会小可增加，过西北部地区也要注意。中昼过后一对流，西北部民众出外时阵爱记扎雨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